Hoje empana.你又怎么了？滑倒吗？呱呱！这是什么？停车场为什么要一个人顾着？哎、欸，要收钱呢、欸。要收钱呢、欸。要收到8点到14点。叮咚什么？车子要开走了吗？那叫进吗？摔到吗？鞋子里面。啊，胫骨？这个人是回他的车子吗？对啊，我跟你说，绿色的下面，红色是什么？拿过去吧。好粉哦，好粉哦。
でもあれよ。で、あれ、膝とかあれだったの。ああ。かっこ悪いじゃん。うん。うん。そう。そこってさ。だけど、最終的に見せるって。そのやっぱりこの、こうね、つながってるところによって、ここが変わらない。您现在打开吗？不要开它开到充电。为什么又不充电？又充了。
Thank you.
梯下面没有，我以为你喊那么大声是车要开走了。所以他们这里就是连容易下雪，强风吹起来的水汽变成雪云，然后这里太冷，就在这里变成雪。哇！我们又回到三五郎小屋了。三五郎，我们滑下去又要到三五郎小屋那边啊。上面有 N 个地方滑下来了。我现在在哪？我在这啊。哦。又到三五郎小屋了。哦。我要吃个甜点。你要吗？要休息一下吗？你要吗？我都 OK 啊。你想的话，我们就去了。所以要先休息一下。刚下面那间长得很可爱，我忘了那个在哪里了。下面那间哪里？你是说这一间吗？还是雪道旁那个、喔、上司台那边啊、喔？那我们就直接滑去上司台，要不要？不用了，这边、啊。不是啊，我们今天真的左半部探险就好了，还是要去右半部？右半部。右半部的话，先滑下来，然后坐三五郎小屋的这个上去，然后用力推推推推到这里，然后走招仓库。你要回去哪里？回旅馆、啊。回旅馆，回旅馆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就走半步啊。嗯、其实时间是还多了。嗯。对啊，滑走。先滑去三五郎小屋。小屋要绕过一些。好好好，那我们这里多滑几次好了。中央第二 lift 我们没坐过，去坐一坐，滑一滑，坐一坐。三五郎小屋旁边的这个 lift， 这是第二，中央第二啊。好啊，对啊，滑个两三下，然后想吃的时候就去吃，而且想吃的时候就要故意滑到旁边那个雪道，就可以滑到他门口。这里也有一个餐厅呢，不可以把板子带进去，没什么人。小餐厅，这么普通的高原布丁。往前滑就对了，三五郎是往前滑，大概在前面的地方就有了。这是三五郎远的那个缆车，右边应该会是三五郎近的那个缆车。哎、欸，是不是右下角那个缆车？有没有在跑、啊？那是 petrol， 所以直直滑下去是最安全的。这样。前面没有路，是先左边再右边。
前面应该是个断叉吧，我说往正前方那个方向，你是说要直直就能下？有点高，下是下得去，有点高。先看个路，可以下，很松欸，超松。是从那边下吗？还是从这边下？右边下比较没有那么陡，这边下比较陡，都可以啊。斜斜切过去又切回来，应该吧，很松啦。开一下，我正要去叫你说你忘了开了，好松哦，不，很粉很粉，帮我开，好，你勾勾角度对吗？你说我就勾勾角度不对吗？帮我开。好了，有了，有、啊，欸，有吗？有啊，我在 S 说，往前冲远一点，那才是离三五郎小屋近的缆车站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还是右边一点，要稍微靠右边切一点，因为我们要坐的不是这一台，不过也可以坐这一台啦。万一找不到的话，就坐这一台。好啊。怎么卡在这两台中间？很松哦。冲那边呢、啊，所以要去右边那个缆车站啊。好啊，很松哎、欸，很松哎、欸。走过去吗？算了算了，再走前面吧。等一下有机会再看，能不能走哪一台？
正面的风很冷，正面的风。前面两个人他感觉穿的衣服不是很多，前面两个人是 Cash 哦，挤在一起。他们很冷吗？不冷啊，有一点。对啊，很冷啊。真的很冷啊。没有，我说的呵呵就是说我们上去往左转滑这一道就进去了，就进去了，太冷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糟糕的是回家的路不想再走原来刚刚那一条了，这太平的啦。对啊，但是大平 course 可能也很平。刚刚我们现在缆车坐上去啊，然后刚刚下车的地方右边就是他说也可以走大平 course， 但是我很怀疑该滑哪里，而且大平 course 号称有四公里，为什么别人一公里他四公里？那平的要命的四公里。对啊，不知道他迂回到什么。大平啊，对平的，然后都要推，我就会生气。但是就觉得好像没有别的方法了，那就又要再走一次那个三五郎小屋旁边那条路了。对，就是我们原来下去的那条路，中间要推的。就觉得有没有可以不要推的？雪在飘，在我眼前晃啊晃的。一点，十二点十几分才离开，一点多又回来。一点多？可能两点了啦，刚一点四十五分，可能两点了。太冷了啦，我今天没有很想滑了。怎么每天都这样呢？那我会穿多一点啊，戴好手套啊。那我就最多就这样了。你为什么你最多？我顶多加个帽子而已。为什么你不把衣服两件都穿起来？我两件都穿起来了。不是啊，里面的那个就穿两件啊。又加一层。对啊，就是很冷，就是要加强啊。是啊。你是不会冷是不是？我现在是微微。我一直很冷很难过，我就一直很没有想回家了。我就会冷嘛。嗯，是。你把一件衣服扒掉，然后你跟我说不会冷，然后。现在风向一直换，刚从背后吹，接着又从左边吹，现在是从右边吹。反正就是很漂亮的。风大的地方就会变这样。你说上半部吗？不知道那边到底有没有个 course， 一下车又不知道往哪滑了。往左滑。我就是滑那个很漂亮，我说很漂亮的，好冷。但是这条路的上半部不知道是怎样啊。好了好了，滑就滑，反正再怎样就松松的嘛，滚一滚。真的是往左啊。它没有个箭头啊，你知道吗？去不了啊。还有六人站。是啊。看了一看，觉得不想下去，太陡。因为上半部我觉得可能很可以哦，觉得嘞，只要没封起来就可以。是啊，就我们最后一段缆车拉起来那种高度啊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怎样？下吗？下。好冷。下了吗？下。
听到了。太近了，不陡，但是可能乱七八糟了。